第五题，如图呢，将一根木棒的一端固定在 O 点，这边固定。那这个呢，这是一个木棒 ，OA、OB 这都是一个木棒。下面呢，绑了一个重物，石头之类的东西，绑了一个重物在这个地方。小如呢，将这个重物拉到 A 点之后放开，让这个重物从 A 点摆动至 B 点，放开，让 A 点摆动到 B 点的位置，则下列为这个图形，下有一个图形为此重物移动的路径，这个应该是何者？好，这个很明显的，我们就知道这个 O 点呢跟 A 点的距离，和 O 点到 B 点的距离，还有这个当这个重物呢从 A 点摆荡到 B 点的过程里面，它每一个的距离跟 O 点的距离，每一个距离都会一样，所以我们就知道呢，这个 A 点呢所摆动的路径呢，它是一个圆的一部分。那圆的一部分呢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弧，它不是一个抛物线，它是一个弧，也不是直线，也不是水平直线。所以呢，这一题选 A 这个选项，弧它是一个弧。